OK， 那距离开场一分钟，我们就对公司，我们先那个，免得被奥格玛惩罚。所以对，我现在已经对我现在已经那个所谓的，自从已经被奥格玛劈卡过之后，真的是我都怕的要命。对对，开场一分钟，来注意一下你的脚卡，不要开成夏洛特，看一下。对，等一下，哎，奇怪，怎么卡斯马突然变德鲁伊了？没有啦，没有啦。一瞬间变德鲁伊的卡斯马，对，看，对，当你都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嗯，他要变德鲁伊，我也不会说不，可是这就是，嗯，你要想要玩玩看这种也是可以啦，这个就额外再约，这样，额外再约。这个先不要。突然间的一日德鲁伊没有啦，那就对，当你都 OK， 我们就直接开始。没有问题啦，只是我用了现在新的脚卡，我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找一下。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不用担心，没关系没关系，就这就是慢慢来，没问题啦。就新脚卡，只要看得顺眼就是最好的，这就是这样，就是主要看得方便。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音乐和音效调到最舒适的就 OK 啦。好，那我们就没意外，我们就直接开始。当然，我会为你做一个很快速的上棋概要，当然的，最上一次 Kazumani 和 Kim， 也就是在悟道分部组织里面的那位女性交谈后，你也就决定离开了分支点，也前往新房子打探所谓的当世老人情报。毕竟，重听的老人，还有老人总是老人一堆，而且有时候精灵嘛，高的精灵你也知道，你自己的年龄流逝是比较慢的。那对于老人，哦干，这个已经你可以掐着算一算，你自己都知道，这个可能都可以活上千岁左右了。那当然，你在新房镇这个主要以精灵、人类还有半精灵所组成的城镇闲逛，然后探索情报中，你也发现了一个类似像是活动中心的地方。那上次你刚好见到了五个老人正在吵架，你现在也知道这五个老人的名字。当然，这五个老人，马桶。他就叫马桶精灵，然后精品人类，秋意半精灵，佳琪人类，还有一化精灵。当然一化这个高的精灵还带着一个假胡子，因为他长不出胡子。那当然除了这五个在吵架的老人之外，你也见到了一个约略四十左右的一个大夫。那这大夫也就是麻烦你帮忙，然后你也在看着那些被魔法封印的箱子，也注意到这五个老人都有严重的近视，所以也不知道上面里头装的是什么。那当然，因为大夫已经把这个箱子上锁了，你也只能必须用你的脑筋去推论，去推测到底里头放的是什么东西。那当然，在一番的推理还有解读之下，也看到这些老人再也没有吵架，因为里头都是正确的解。你也和大夫那拿到了报酬，也顺便的大夫也跟你说箱子的东西你可以拿走，所以对上次的那些东西你可以拿走。而且当大夫也跟你讲了一话，也就是那个带着假胡子的高等精灵最近似乎是几个礼拜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打击，也听到他不停的嘟囔着他坚持看到了一位女性走进了一间存在的店面。那当然的，你动了动你的耳朵，你也想起了，是确实在那个女性也在从你在 Kara 听的时候就有听闻，毕竟从那小朋友的口中也有这么说着，看起来就是口中所说的失踪的母亲。那当然大夫还没有说完，你就看着一话非常不悦的扯掉了他的假胡子，咚咚咚的咄咄逼人的看向了你们。我真的有看到那间店是存在的。那卡什么你要做什么呢？那他大概就是说，存在吗？那在哪里呢？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看着这个老人咬了咬牙，请帮我塞个 persuasion， 这个 persuasion 是帮助他回忆，我会依照你给的这个数，这个闪出来的数字来说他回忆到多少。毕竟这已经是一个上千岁的老人，高德精灵男性。你看了，当然毕竟你也知道高德精灵是，就算第一个他们年龄流失慢，第二个你也是你自己也是高德精灵的一员，你摸了摸你的下巴，基本上你
你也完全没有想过长胡子是什么样的，那些人类有长胡子的困扰，但你没有。但当然的，你看这个老人只是轻的掐着他的胡子啊，我看到了，我真的看到，是在几个礼拜前，在几个礼拜前啊，他不停的抓着他那已经半白的头发，眯起了那双修长的双眼。啊啊！我记得好像是说啊，他说到这里停会了，好像是要帮一个小男孩还有他的丈夫吧，好像是回城中想要买点东西加个菜，然后说那时候我正在路边喝着酒啊，我看着他直接往那间店面喃喃的说着，新房的这个镇怎么开了什么来自倭寇那里的店，毕竟这里是修这里虽然有来自倭的传统，但老人家我们这里啊，我们基本上这里都是挺传统的。他说着非常困扰的抓着抓他的头，你也注意到旁边的大夫轻轻的眯起了眼，他记忆似乎有些混乱的样子，就跟你方才看到了他跟其他的老人们吵了起来。你轻轻的眨眼看了一下其他那四个老人，等一下他们怎么开始在喝他们的老人茶了，算了吧。所以是镇上的某个地方突然出现了一间倭寇的店面。那你还记得店面的样子吗？帮我塞个 persuasion 一样，这个是他会回答，只是他的记忆多少，是你帮他再塞他的记忆。你看着他努力的，就是像是在回想，看着这一个找不出胡子的老人，用着他的双手直接按在他的太阳穴上，你也看着他的耳朵上下的晃动，当然这个尖尖的修长的耳朵高的精灵的特征还有象征，你看着他咬着牙然后开口算是还挺明显的，看起来像是便店餐馆，而且卖的都是我那里的料理吧，好像还有什么旗子上面写着啥的啊，什么烧肉饭、牛肉冻、拉面之类的，还有一些小菜啊，那些啊倭的人都吃什么啊，想了想啊，天妇罗那一类的吗啊，我不懂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啦。稍微想了一下以后又重新开口道，那你还记得那附近有些什么东西吗？但是他咬了咬牙想想晚上还蛮多人的，那时有点醉了，我听不清楚那些人囔囔的在说什么，看到不少人进去好像就没有从相同的门出来了，我是不确定啊，那是我有点醉醺醺的，我看到那位母亲那个女性看起来就像是个母亲，她走进了那有个店面，我当时我的酒还有这么多呢，你大概看到这个老人稍微了一下他酒的容量，当然他现在没有酒杯，他就是用他的手指这样比，你看到他那充满的皱纹还有骨感的手比出了大概像是，如果你掐指看，稍微预测大概是500ml 的酒，但是看着他这样比完之后又继续的开口，之后呢他就变得开始我大概喝到这里吧，
大概是这里，就没有他的声音了。你看到他比了一下，大概你可以预测这个容量100ml， 也就是中途他喝了400ml， 但是到底快还是久，不知道，不知道是慢慢喝还是快。你那天是蛮享受的吗？但是他轻轻的摸了摸，他正想要摸，因为他之前戴的假胡子，你看他想要摸那个，然后发现他假胡子已经被他扯掉，有些尴尬的看一下，然后将他的手直接摔了摔。我也不太清楚了，当时就买点白酒，跟孙子说了我去外面散个步。然后不知不觉就看到了一群算是不约而同吗，都聚在店面前排队。我记得当时大概是黄昏即将要入夜的时候，那最后一丝光芒照亮着我的酒还有他们。我没有兴趣，我身上没有带钱，我就在这里，你看到他就稍微比划一下，我在这里还有那里稍微的轻轻的啜饮了一会儿，享受着光线渐渐的没入这美丽的我熟悉的城镇啊。他这么说着，也看到旁边的大夫只是轻轻的不时的笑了出来。你看到大夫只是看着你，总是退休有些事情得做吧。我这边我听到的倒是不太一样，别人将他送了过来，要我好好的去治疗他的眼睛的部分，他近视十分严重，这是别人说的，而且好像他还当时别人发现他的时候，好像是依靠在几个镇的小巷弄之间吧，旁边还堆满了垃圾。分享一下，现在1500ml 的酒大概市价多少？可以帮我塞个这个的话，帮我塞个 intelligence 或是 wisdom， 选一个你喜欢的。intelligence 或是 wisdom， 没问题。你想了想，当然的。毕竟虽然你是从窝来到修的人，但是如果说一瓶大白酒然后用瓮子来装的话，你可以大概推测这以说价钱来说，可以说20 GP 一罐酒，而且还会有小小的杯子附赠。而且当然的，白酒不算是要说烈的话是烈的，可是要说不烈的话，跟清酒比起来，跟 Sake 比起来也差，白酒会稍微的比较浓醇一点，而且会比较让人轻飘飘，让人晕了一些。参考一下白酒。那大概几一瓮大概几沫啊？500。500 OK。那当然就是白话来说，就是白酒也算是对中国的白酒，就也是烧酒。就是如果对，这是别称。白酒有两种意思，如果在西方来讲，白酒是葡萄酒，而在中国的话，就是我们如果以台湾来说，就是高粱酒，白酒，高粱。您方便带我过去一趟吗？我是说你看到店面的地方。Persuasion。
那个是什么来着 ？Persuasion， 劝说。劝说 ，OK。帅货。你看着他，只是摆了摆手。我当然想啊，但我已经不清楚我当时坐在哪了。看着这一个高德金的影子，是皱起了他的眉头，晃了晃。也看着旁边的大夫耸了一下肩。以他这个大近视，你确定？大夫像是有些尴尬的扯了一下嘴角。那个老人看起来似乎也没有想要动作的意思，你看到他就只是默默的紧捏着他的假胡子，然后你看到他把他的假胡子带回去了。我看一下外面的那个时间，现在几点？现在外头的以时辰来说正入黄昏，但是还没有到很急，说距离黄昏还有一小段时间。房这个地方应该挺大的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基本上这一个精灵的城镇来说也算是大了。好，那我就先谢过那位老人，然后先出去外面一趟。好，你看着两位，当然大夫还有那位老人，当然你也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慢慢的走出了这一个类似像是活动中心的地方，而当然现在看着这淡淡的光芒，当然这是下午余晨的光。还有带了那一些神秘的从精灵种族会有的建筑，又混杂了一点修有的，当然你可以参考这样子调查修有的一种风气。不说的话还真是美丽，而且那座美丽的湖一直在这个城镇的周遭，有时候必须要搭船，可是有时候却可以直接的步行，有桥。那当然你有想要去哪里吗？你看到是商店啊，这些都是有挂牌子，所以是像是说哦，我想要去买日用品啊，这些都是有的，都可以找得到的。嗯，我想要稍微在城镇上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多人聚集的地方，或者是像刚才符合刚才那位老人所描述的地方。可以帮我甩个 survival 来看一下。OK， 好，你默默的打量打探着，你也发现了，现在黄昏来讲，可以说有三个让你感到有兴趣的。当然说人多的地方有，因为现在是开始近天黄昏。另一个让你有感兴趣的是市集是让你特别有感兴趣的，毕竟那里人多。而第二个让你感到有兴趣的地方是新房。这里比起说是一般就比较是很正常的一个山中小镇，那你看到除了市集很火热之外，你还注意到服饰店还算蛮火热的，甚至是澡堂，服饰店跟澡堂是在一起的。第三个让你感到有兴趣的地方，这是你眨了眨眼，这里有职业介绍所，就像是简单的打工或是简单的零工，好像这里和在 Carotin 那边稍微不太一样的是 Carotin 那里一直都很热闹，这里则是悠哉的安静的城镇。而那个像是职业介绍所的地方上面贴的那些
所求征求的职业啊，这些打工啊，都是比较零碎，像是说哦，要去餐厅当个服务生，或是做个外送员之类的，帮忙送餐之类的。嗯，那我先去市集看一下有没有，就是倭寇一类的东西，然后我想顺便看一下，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可以，这个的话帮我塞个 investigation， 当然可以。被问，你在市集稍微晃了一圈，你发现比起这里有强大的修，这里在地的传统之外，你也看到也有不少的店面或是店铺都带了一丝淡淡的倭的气息。如果说以现实想象的话，就像是毕竟日本是在唐代那里，大唐时代的时候是分开最多，所以你可以想象这里就像是停留在唐代。所以会看到很多相似的东西，像是日本跟中国就是以前很古代以前的东西都在这里，就像是他们并没有分割，就像是另类的回到家，只是更古老了一点，是掺杂融合的。和 Karatin 那边比较摩登的状况来说，这里比较偏古代。那你是可以看到无论像是铁匠铺，还有生活用品、药水铺，还有一些小吃，或是缝纫、服饰等等，这里基本上虽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应有尽有，但是是没有神色的，没有神色。那我想看看有没有卖吃的，或是。你稍微跳望了一下，发现这里确实吃的店面还蛮多的，可是目前市集这个地方好像没有看到那个老人说的他看到的店铺，就像是其他人传言所说的不存在的店面。但或许店家知道，或许在场市集的人知道也说不定。我可以过个阿卡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吗？可以。你眨了眨眼，毕竟又是遇到一个相同尴尬的状况。这个比较偏是 UC 的强项，不是你的。所以尬，突然有点尬起来。嗯，糟糕，这个辨别的方向要应该由那个小小的中法的小家伙去判别，可能会更加的显著，但他并不在你的身边。那我想要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就是倭寇那边的店面，还蛮多的，基本上这里都是夹杂，都是夹杂。那我就市集五金这样，有铁匠铺的了。有铁匠铺。好，那我想去看一下附近有没有装备，就是有贩卖装备的店面。有，服饰店就有卖，这是服饰店的。服饰店就有卖。对，是服饰店的范围。好，那我绕回去服饰店那边好了。好。你缓缓的走向服饰店，你看到里头有一个当然的
穿着一样也是高等精灵，但是穿着十分飘飘欲仙的一位女子，看着这位人类女性，轻轻的眨着眼看了一下你。有需要些什么吗？你看着她稍微比划了周遭，基本上从由比较简单的轻甲到这里连锁指甲都有卖，但是发现锁指甲比较卖不出去。你看着锁指甲还好几个放在那里，也就是高大的链甲还有板甲这一类，就是是的，可以想象三国武将穿的那些铁质金属甲，好像这里比较卖不出去，但是布甲啊、轻甲啊这些比较简单，或是袍子这些都比较能卖得出去。那你有要些？你打看了一下，你看到基本上由轻到重都有，那就看说你有什么样的偏好吗？这在打量的时候，你看那位女性店员是没有阻扰你，就让你这样子慢慢看。你也看到有其他客人正在挑衣服，还挑得开心。那我想一边看，就是稍微打量一下轻甲那一区，然后一边询问店员说，最近有什么特别的传闻吗？哦，三个 persuasion。没问，你注意到轻甲的地方有三种不同的服饰，一种是纯粹的布甲，当然你摸了摸，看起来是棉绒，看起来这些棉可以保护自己。再来，你也看到是比较偏皮甲，看起来稍微的，你摸了摸，光泽还算不错，至少和棉甲比起来可能更有防御力。甚至你也看到是有带了一些，你看着上头有钉了一些金属铆钉的皮甲，看着这个皮甲行动上也是挺方便的。那当然你在边问之时，你也看着店员只是默默的眨了眼。啊，这个吗？我倒是有听闻，对，我有听闻，我听闻好像不少来这边买衣服的还有买装备的人说，好像在黄昏，有黄昏的时候，就是最后吧，在黄昏距离到晚上最后一次光线之内，会有个黄昏之殿，而且这黄昏之殿好像是埋藏在埋藏在哪呢？他们说那里有绝世好吃的传统料理。你眨了眼，传统料理问号，然后也看着他继续说，那里不管是窝的还是修的，虽然对于我们这里来说基本都是一样的。他边说着轻轻的打量看了一下你正在看的轻甲区，最后他眨着眼，如果以我这边推荐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这些带有铆钉有加工的皮甲，活动速度也会比较快，而且一些伺候还蛮喜欢佩戴这些轻甲，以助于保护自己用的。他说完，你可以，对，这是贝伦那边啊，那当然在 Carrot 这边又会是另外类似但另外的。那你注意到上头的价格是45 GP， 那这个的话我就用 DN 的方式跳出来跟你讲，如果你购买了这种 Saturday 的这种甲的话，你会是基本你的 AC 是12，再加你的敏捷，你的敏，然后你的潜行是没有劣势的。敏捷是调整值。对，调整是调整。45 GP。加调整值哦，还蛮让人心动的。
所以假如说你敏捷有加3的话，就可以到15了。对，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好，那我现在只有14而已，我想想。到底想怎样？或许他想再看看其他的野猪。好 ，OK， 好，那我就再询问一下店员说，那让我想想。那我就一边看一下其他的亲家，然后就一边询问说，听起来最近还蛮常有这些传闻的。也看着这位丁江弟弟的点头，哦，还算蛮家喻户晓的传言，毕竟有些人好像有些人说去了之后就好几天都没回来，有些回来了，有些并没有回来呢。说完也看他轻轻的默默的伸出他的手，点了一下他的脸颊，那他点了点，然后又再度开口。可是回来人他们完全都没有说那里的东西好不好吃，或者是说去完后为什么消失了好几天，也有人说进去买然后就是很平常，吃起来很普通，也有人说吃起来很好吃，推荐其他人吃，都有点参差不齐。说完也看着这位女性轻轻的将她的手摆了摆，哦，倒是我还是听了不少女性年轻人说里头有帅哥之类的，我是不确定的，我也没有去过。这样啊，那我就稍微那我就跟他点头致谢以后就再去一趟市集好了。你和他轻轻的点头致谢，当然他也没有逼你要买东西，所以当然你就是看了看之后便走出了这间店。当然市集里面现在左看右看一样满山满海，而且现在将近黄昏，有的直接在路边摊买菜，甚至你还看到肉干的香气在空中渐渐的飘散了出来，还真香呢。那我想要就是，那我想要听听看附近有没有就是，像关于这间神奇店面的传闻，可以看有没有人在讨论。这当然可以，帮我甩个 inside。轻轻的挑了一个眉，用你的眼睛稍微打量看了一下周遭，传闻好像都有听过，可是当然有听到有人在讲，当然可是基本上你眨眼都是像是那种婆婆妈妈的话题。你注意到其中一个菜贩，刚好一个年迈的妇人，你打量了一下，但你眼睛看起来像是个人类，而这年迈的妇人就，哎呀，我又不会什么失踪啦。也看着那位菜贩轻轻的眨着他的眼，你确定你这样子，哎呦，不用担心啊，那个只是传闻罢了啊，我要回去了啊。这萝卜两具皮看起来还挺棒的，下次再跟你买啊。看到就像是这样子，这个老妇人直接离开。欧巴桑看起来就像是这样子，欧巴桑的传言比较多。目前你看到是偏这样子的状况。
而且还听到了背景传来了像是野兽般的叫声。好，这个是你对没有？如同鸟形野兽般的叫声。嗯，哪里听到的？你看了一下周遭，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鸟形野兽。鸟形野兽。那我有办法判断那是从哪个方向传过来的吗？从天上传来的。不好意思，刚刚有一只鸟在乱叫。好 okay, ，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从天上传来的，当作没听到。那我想去一下。那我想要去市集尾巴那边稍微晃一下，看一下。可以可以，但没问题。帮我甩个 survival 吧，我看一下，就是慢慢晃，或许你可以看到些什么。你默默的，就像是散步似的看了一下这市集，虽然这里是修，而且这里也不是 Karate， 也不是你的家乡，但是这处处都感觉到一丝温暖，还有一丝回忆。虽然当然对你来说，你的成长经历是和人类一起度过的，而且对于你的父母亲又是未知，你的师父也没有告诉你关于这一块的方面，但在这个新方阵在游荡闲晃的时候，我感觉一丝的熟悉之感。你慢慢的往尾巴走，这时你听到了看到了一个吟游诗人，当然是黑发中年的。你看这一个黑发中年的高原精灵，拿起了他的竖琴，静静的弹着他的歌。女性，是个女性。他下方也聚满了人潮，看着这位女性轻轻的将她的手摆动着竖琴。看着这个说竖琴的话就是古筝啊，真的要说是古筝。看到这些，他弹着古筝的声响开始传播，环绕着这整个世界。原本吵杂的人群也逐渐的安静下来，最后也在他弹下的最后一次音调之时，下头的人们传出了掌声。而也在这时看到，你也听到了下面的其中一群人，你眨着眼，好像看起来年龄参差不齐。他们就像是窃窃私语的说着：“哎，她长得这么漂亮，不会噩梦的目标会是她？”啊，不不不不不，你说噩梦，你说噩梦，不可能是噩梦吧？还听到了一个稚嫩的声音说着：“她如果做坏事，噩梦会把她抓走吧？”听起来就像是小孩子的声音，你就知道是三个人，一男一女，还有一个小孩子。看起来大概是这个小孩子看起来是小女孩。嗯，那我想要稍微听一下，看他们有没有就是谈论一些更多的事情。可以，帮我带个 stealth。嗯 ，OK。OK， 你轻轻的，当然现在刚好是所谓的人群正在慢慢的散场阶段，你随着这些人群你埋没在其中，你也听到了他们又继续话题。你听到那位男性这样子开口：“哎，那几个礼拜前不是那家户子的女性那位妈妈不是失踪了吗？然后他们剩余的男孩还有爸爸不是都前往 Karate， 所以希望悟道可以帮他们之类的。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做的如何，办的如何啊。”也听到那位女性轻轻抓了抓她的脖子开口：“哦，我现在也不确定他们到底……毕竟这里和 Karate 也大概也几个礼拜的旅程呢。
不知道他们找到了人来处理了没，但是也听到那小孩歪了歪头，眨着眼，就像是想要插入话题，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对，听不懂。而男性，那位男性又开了口，街角间的黄色灯笼，这好像是印象吗？好像是那时那位妈妈的印象，还是那位女性只是歪了头？只是传言吧。街角黄色灯笼，这不是都是我们城镇里的传说吗？街角灯笼，黄色的灯，还有不存在的餐厅，就像是开着口，等待着猎物上门之类的话，这些都只是骗小孩子的话语吧。也看着那位男性默默的发出了嗤笑，啊，骗小孩子的吧。也看他们这样缓缓的离开了。我想看一下那个吟游诗人有没有在做些什么，或者是有打算要说些什么。嘿，帮我打个insight。你注意到一件事，你看到这吟游诗人轻轻的把他竖琴收了起来，但他并没有说话。你看着他，只是拿起了他的竖琴，像是有些紧张的东看西看。然后你便注意到他开始抱起了竖琴，往舞台下方走去。他将他的竖琴打包好，便像是神经兮兮的到处东看西看。拿出了一张小小的纸张，当然这张纸张盒子是盒子，所以不是竹简，很特别的。他手中握着这个薄薄的纸，打量着上头的字，便将这样子密密麻麻字的书给这样子折了起来，放到了他那长长的裙子旁的一个小小的包包内，开始往比较没有什么的人的地方走去。那才是和市集完全相反的路。我想要奔上去，跟他离一段距离。好，那帮我赛个 stealth。好，没问。你默默的，当然顺着藉由的人群，隐藏着你的身姿。当然的。这个身姿确实，你没有让那个吟游诗人注意到你。你看着那美丽的女孩，开始东看西看，抱着她的竖琴往前走去。你静静的跟随在她的后方，保持了一段距离。你发现到她好像在一些什么，不停的从她的腰带口袋间拿出了那张纸条，眨着眼。像是有些慌张，却又带了一些确信和欢喜的。你发现前面有三条路，他眨着眼，他往左边的路走。你要跟上吗？跟上。帮我踩个 stealth。没问题。你十分的安静，放轻了你的步伐，逐渐的你也开始感觉到人群变得越来越少。随着伴随而来的，这是你看到了周遭开始出现了一些人，可是这些人是从其他的巷子里面所钻出来的，就像是他们自己有目的。你都眼尖的看到了，他们的手心也有类似一样的纸条。你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女性多于男性。都是从各自不同的地方，然后往同一个方向。是。但没有说到很多，没有说什么10个以上，就是这样参差不齐，然后一直
然后从不同地方而来，然后往现在是在往同个方向走。那我就若无其事的，就是混杂在里面，然后我想要继续往前走。好，帮我甩个 stealth。没问题，你默默的放轻了你的步伐，当然就是装模作样，当然就是像是随着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你当然就假装的，你身上也有像是盒子的东西，直接拿起来装一下都可以。你注意到他们也没有像是要去注意你似的，特别你看着那一个抱着竖琴的吟游诗人，你看着他只看了一下天空，又注意了他手的那一张淡淡的小小的纸张，你也开始注意到是光线开始逐渐变得昏暗，而他们现在继续的往前走，而且还看到了他们之间都有保持一些距离，就像是每一个人基本上有20 feet， 大概都是10 feet 或是20 feet 之间的距离，没有说哦并排走或是并肩走，都没有，都是有维持一段距离。有要说些什么吗？我无法判断现在我在哪里吗？帮我甩个，这就是对，这是地理判定。帮我甩个 wisdom， 这个对，这个算 wisdom。你可以确定是你现在正在远离市集人多的地方，更偏向是新房区你扎了眼，虽然你对新房镇你才来这里才一两天的时间，也没有到十分的熟，但这里看起来像是逐渐在远离城镇，但是还是在城镇，只是就越靠像是城镇的边境的部分。所以那个吟游诗人也离我大概20 feet 左右，对，差不多。20 feet， 可是我没有投资专辑。那我还是先跟上好了。好，那现在这一个的话，帮我在 survival， 追到他们开始分散。开始四处的往各自的地方走，也是因为这样子，你随着等一下，这些人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一个往上，一个往左，你帮我甩个 ED 十二，我看一下你会往哪一个方向走。ED 十二，你往2点钟的方向，那里看起来，那位女性应该是往那方向走吗？你随着2点钟的方向穿梭着，在这一些。美丽的古老的房子还有巷弄之间，但当你回过神来，你发现你迷路了，那位女性不知道去哪了，但你还发现了这个街上遍布的鹅黄色的灯光在每一户房子之上。我观察一下四周，看有什么值得注意一下的东西。好 ，reception。你看，注意到人，你开始注意到周遭开始出现了人，可是这些人潮到底要去哪里？通往同个方向吗？看起来没有。有些往北，有些往南，就是往两侧。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假如啦，以假设你是在这一个街道的中间，然后有一些是往前，有些是往后。那我想要看一下这些人，就是有没有刚刚的那个吟游诗人，或者是往哪边去的人比较多？可以 ，inside。没问题，
你默默的眨着眼，你注意到了一个白色的声音。这个白色的声音，对，是那位吟游诗人。但你看到他直接埋没在人群之间，但你发现这些埋没人群前方更是不停在摇曳的黄色的灯光。而这些灯光基本来说，要说烛光也是，要说简单的像是萤火虫般的光芒也是。在这个开始昏暗的黄昏之中，你也注意到明明你是一个高等精灵，你有夜视，而且以微光来说应该还可以看得到一些距离，至少你可以说60 feet 的距离可以看得到。但是你注意到偏向大约是50 feet 60 feet， 一般来说你可以看到一点点，但是没有，变得更加的朦胧迷茫，也不知道前方那些人到底去了哪里，但你是可以知道现在他的方向是往哪里的。两边都是这样吗？两边都是。那我往那个女性吟游诗人离开的方向去。好，帮我塞一个 survival。没问题，你慢慢的往前行走，你注意到面前有一个看起来像是窝，特别是当然的这个比起说是修，虽然基本上是以修，是以修的建筑，外观是比较偏修的建筑，但是一样的夹杂了窝的特色还有元素，甚至还可以带了一些精灵种族他们特有的比较高雅高调的美丽的调子。你注意到面前门是紧关着，而且还用窝的语言，现在你是看窝的语言，也是你的母语，你看得懂上面写着营业中。你注意到里头有着淡淡的鹅黄色的微光，左右两侧都刮着随风左右摇曳的灯笼。你看到那位吟游诗人拉开了纸门走了进去，并将门带了上。但是你只要帮我，如果 你要观察的话，帮我塞个银塞，看你要不要观察。那你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你在这里大概待了10分钟15分钟，里头有传出铿锵铿锵，而且还有飘出淡淡的食物的香味。确实这里应该就是那一间被人所称不存在的餐馆吧。你要继续等吗？15-20分钟，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出来。那我在你是注意到中途都是有陆续有人进来的，但是就是一两只猫这样子进去。如果要再等一下的话，就是帮我塞个 inside 看一下有没有人出来。好，你注意到人们基本上没有说到很多，不是说哦一票人或是一团人，没有，基本上大概就是零碎一两个人进去，也听到里头传来的干杯这样子杯子敲击的声响，也可以听到像是咕噜咕噜，像是看起来像是茶倒茶的声音，或是吃饭的声音都有，但已经都等了40分钟了45分钟了，你看到光芒渐渐的变得越来越暗淡，没有任何人出来，都是进去没有出来。那我就稍微拉开一点纸门窥探一下里面的样子。好，没问题，你帮我塞个阿卡纳。你渐渐的拉开了纸门，你发现纸门的后方是一个屏障，一个屏幕，而这屏幕是非常优雅美丽的，带有着东方特色的屏幕，上头有美丽的水墨画，而且里头确实还有好几个淡淡的黄色的鹅黄色的灯。那你发现这个屏幕直接遮挡了里面的画面，基本上你只看到了一个往左的道路，就看起来是往店内走的道路。确实声音都一直有传出来，很安静。里面没有人吗？听起来看起来像是有人，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人。
经常有人在干杯，有人在吃东西的声音都有。好，好，那我先往外面看一下，看有没有其他人在往这边过来。你看到有，你注意到你在打开、在开门、在偷看之时，你注意到突然间的你的门被拉开，看到了一个中年男性看了你一眼，默默的走到了里头。看起来他有点醉醺醺的。那我想要跟上他，然后稍微打量一下这个人。帮我塞一个 perception。没问题，你尝试跟上这个男性的脚步，但随后你注意到换来的只是注意到下方看起来是要脱鞋，这里比起说是修更完全的偏向是窝那里的穿透，你也慢慢的开始感觉到室内的环境十分的优雅，或是你嗅嗅鼻子淡淡的清茶的香，直接布满了这个空间，左右两侧完全都是包厢，也看到那个男人只是看了你一眼，然后默默的拉开了左侧的包厢走了进去，啪嗒将门带了起来，一切由盒子所做成的门，但你看到这些纸门内确实都有像是人影似的，而你看到这个包厢上头还挂了一个木牌，上头写着预约中。那我想沿着道路看一下其他地方。可以帮我塞个 perception。你默默的随着道路往前走，看到包厢。包厢，包厢，包厢，还有包厢，你也听到了里头也是传来了一些嬉闹，还有享乐的声响，但你随着这一些声响，你也慢慢的往前，也听到了像是有切菜或是像是烹饪东西的声响，但你也听到了后面传来的咔嗒，有什么东西被关上的声音。你眨眨眼，你看到面前是一个吧台，那个吧台你可以想象一下是就那种日式吧台，比较摩登一点的。这个木质的吧台前面有三个如同像是亡灵般的生物坐在那，而你也看到了吧台的后方有一扇门，那一扇门非常的不寻常，那一扇门的样貌虽然是关着，门是关着，那你看到它尤其是墙壁上被漆了，如果以比对来说鸟居，也就是说它墙壁是一个鸟居，然后门就在鸟居的下方，门是关着的，紧闭着，而这三个模糊不清的人坐在那里，你也发现这里就像是镜头似的，你往后一看，你看到原本应该是包厢的位置，现在被换成了一片洁白的盒子墙壁。那里，你看着，你透过了这个墙壁看了一下，有点半透明，但是又看不清楚原本那一个走道，原本还在吗？还是已经不见了？你看到有些微微半透明，有些朦胧。你回头，你也注意到这三个亡灵般的生物，有你嗅了嗅你鼻子食物的味道，食物的味道还有酒茶的味道都有在这里渐渐的飘了出来。你发现除了那扇往前的门之外，后面没有任何的门。那个 OK， 我可以判断的出来那些亡灵是不是那些像是亡灵的东西是不是我之前曾遇到过劣势？可以，这当然可以，帮我甩个 insight。
你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你却注意到这三个亡灵，当然你看到后面这洁白的盒子墙壁旁那里有零落了三张如同除魔咒般的符纸，上头有三个名字，银、凯还有智。而且发现这些亡灵们好像一直不停的在吃东西，好像这些他们的东西都像是永远不会变少似的。都亡灵底下散落着这三张符纸。对，在我够得到的地方吗？你够得到，你够得到，你可以直接拿起来。好，那我直接拿起，然后我想要观察一下这三。可以，帮我晒一个阴晒，可以。你注意到这三个人穿的都像是死者的衣物，而且不停的吃着，不停的喝着。你可以观察到是这样子的。你注意到他们好像身上，应该说很非常细微，你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好像有闪烁三。像是渐行着远的，你看着上头的胡子，又看了一下这三个亡灵，你大概可以感觉到这三个人应该就是对应这三个名字，但到底谁是谁？而你的观察之间，你只知道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了银、凯、智这三个写上名字符咒般的胡子，也是默默的，有些模糊，又有些清晰。你晃了晃你的眼，你转了转你的眼睛，眨了眨，你可以注意到是，你注意到以下这些状况，你知道上头他们的这一个吧台前有烧肉饭、茶、拉面、水。酒，还有牛肉冻，这是你可以注意到的，但都是有些模糊，就是你可以借由这些模糊的视线，稍微的可以看出来。我可以直接贴给你，你可以稍微看清楚的。然后他们是没有规律的，因为很模糊，没有规律。一下看起来在左，一下看起来在中，一下看起来在右。然后你注意到这三个人是并排坐的，是并排坐在一起的。啊，都 OK 的话，我就继续讲。OK，OK， 在这模糊的视线之中，你还观察到了。他们好像固定的，虽然不停的在变化，但是你注意到吃烧肉饭的那个亡灵，似乎坐在，好像他叫银吗？坐在银的隔壁，但你不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位，但看起来感觉像是银。而你也注意到，正在喝茶的人坐在像是凯。的隔壁，直觉的判断，但你无法笃定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而你还发现了吃拉面的人坐在喝酒的人的隔壁，你看着那喝水的人直接向吧台伸出他的手续杯了两次，但无法确定，毕竟视线十分的模糊混杂，也感觉到周遭。你闻了闻，传来的像是一丝淡淡的乙醚，那种酒精的味道。而你皱着眉头，你仔细的透过着这个让人不适又让人晕眩的味道，你注意到了喝酒的人不是凯。你这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喝酒的人不是凯，
他们虽然像是在轮回似的不停的做着相同的事情，但你发现就像是规律似的，吃牛肉冻的人最后才把他的饭吃完，而你看到了像是智的人，好像是在趁着那一个吃烧肉饭的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夹了一口。你看到这三张名字的条，这时你也看到附近出现了一样的东西，看到了烧肉饭、茶、拉面、水、酒，还有牛肉冻，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凭空的出现在了一张偏位于角落我的桌子上，看起来就是要向你去排列哪一个人点了什么，还有吃了什么似的。哦，解谜的环节，喂。我可以听一下最一开始那一句话是什么吗？吃烧肉饭的人坐在像是名为银的这个人的隔壁。喝茶的在凯的隔壁哦。对。吃拉面的人隔壁在喝酒。嗯。喝水的人续杯了两次。你可以确定喝酒的人不是凯，然后吃牛肉冻的人是最后才把他的东西吃完，然后再重新轮回。然后那个像智的人，好像趁吃烧肉饭的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夹了一口。来，我帮你帮助你思考。所以我要。他们吃东西的顺序吗？他们吃了什么？他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然后是谁点了什么？你注意到就是三个名条，然后食物，对。OK。这个东西看起来像是没有错。嗯，吃烧肉饭的人住在隔壁。喝茶的人住在海的隔壁。吃拉面的人在喝酒的隔壁。续杯两次，喝酒的人不是卡，牛肉冻的之后才吃完。是偷夹了一口。是并排而坐，也就是说，是应该是坐的，然后海跟烧肉饭。喝茶的人住在凯隔壁，拉面的人住在喝酒的隔壁，喝茶的人住在凯格
那就得不是卡。还没有喝。对，他应该是吃了拉面吧。他们吃的东西有重复吗？没有，没有。但是一个人吃了几样不知道，不知道。而且他们各点的什么，不知道。水续备了两次。也就是说，水点了两次的意思。喝酒的人不是他。烧肉饭的人住在一个地里，然后是偷吃了烧肉饭。这样的话就表示说，烧肉饭吃烧肉饭的人是卡。然后，喝酒的人不是卡，所以卡应该是吃辣。烧肉饭的吗？喝茶的人坐在凯的隔壁，所以凯旁边一个喝。拉面的人坐在喝酒的人旁边，凯没有喝酒。那么，谁喝了酒，谁喝了茶？什么？然后吃的顺序哦，点了什么？冻的人最后才把它吃。
晃荡的住在你的隔壁，喝茶的人都在凯的隔壁，拉面的人都在喝酒的人隔壁，然后凯没有喝酒，喝水的人续杯两次，鸟肉工作才吃完，石头夹了烧肉饭。这次是自凯应该是没有错吧？失败两次，这是谁吃的？烧肉饭的主宰。然后自偷吃了烧肉饭，那就表示说，赢隔壁的人住的是要吃烧肉饭的人，然后隔壁烧肉饭的人隔壁是吃，所以中间那个就是卡，然后凯吃了烧肉饭，就是因为凯没有喝酒，所以，是他吃的是。烧肉饭跟拉面，因为拉面的人坐在喝酒的那个，喝水的人续杯了两次，谁喝了茶，谁喝了酒？对的人，喝可是连续背了两次。吃牛肉冻的人，最后才把它吃完。位置已经解决了，啊，喝茶的人就在开，就是写错，没有还没有喝酒，所以喝酒的一定是这两个其中一个。喝茶，喝茶的吃在凯的隔壁，谁续备两只牛肉冻之后才吃完。或许有帮助，
哦，你说他们吃的顺序吗？没有，就排列组合。排列组合。哦哦，原来是九宫格。哎、欸，八九。九个，哎、欸，九宫格，一个人配一个食物跟一个饮料，或许对你有帮助。哦哦，一个人配一个食物跟一个饮料，然后如果是九宫格的话 ，OK， 一个人一个食物加一个饮料。然后，如果是花九宫格的话，一个食物跟一个饮料，拿吃的来讲的话，是烧肉饭在这里，然后是吃，趁着吃烧肉饭的不注意，所以加了一个。然后烧肉饭的人住在营的隔壁。喝酒的人不是凯，喝茶的人住在凯的隔壁。所以凯的隔壁有喝茶的跟点了一个饮料跟一个食物，所以有个人喝水喝了。这样组合来看的话，应该是喝酒啊，所以这食物跟一个饮料，拉面的人坐在喝酒的人。吃两次。
牛肉冻之后才吃完。拉面的，他们是一条线对不对？坐一排，对，坐一排的，所以就是三个人，三个东西，三个饮料，三个人，三个东西，三个饮料，是。那个偷吃的那个算一份吗？偷吃的不算，偷吃的不算，不算，他只是告诉我他们怎么做而已，是吧？嗯。OK， 我说偷吃的，好，他们吃了三个，分别总共三个东西，三个，那所以我一开始的位置排法应该是对的，重点是他们吃了什么，点了什么。他们会吃重复的东西吗？不会，那个偷吃的不算，偷吃的不算，偷吃的不能算。好，所以不会有银跟凯同时一起吃，就是不会银跟凯都吃烧肉饭的。没有，三个点的都是不同。三个点的都是不同。然后偷吃那个只是告诉我位置是哪里而已吧。对，只是位置而已，它不算，这个不能算，你偷吃的不能算。香菱才有办法偷吃，对吧？所以，所以那应该没有、什么了吗？没有，没事。或许，我们就看。或许，好可怕哦！哎呦，因为偷吃总不可能中间隔一个人偷吃吧？如果他们是并排而住的。如果他们是做一条线的话，可是，等一下，这是以凯为主轴，反正凯是喝酒的，已知。已知凯是不喝酒，所以他要么就喝水，要么就喝茶。只是他要说喝茶的人坐在凯的隔壁，所以就表示说他是喝水。那旁边就是谁喝酒谁喝水的问题。可是他说水喝了两次。反正凯是喝水。然后应该。可是吃烧肉饭的人坐在影的隔壁。这应该是水跟烧肉吧。刚刚说吃拉面的人坐在喝酒的人隔壁，是凯是喝水的。一个人的手长是可以勾到另外一边的。你是说隔一个人吗？对，只是说一下而已。所以是勾得到了吗？
好的，好的，如果是勾的，如果是可以勾得到的就好说了。微文应该是位置的部分就写错了。那如果是这样子，那过去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吃拉面的人最喝酒的人隔壁。哎呀，哎，喝茶的人坐在凯的隔壁，所以应该是喝茶。然后开始喝酒，然后在吃的部分是吃拉面的人住在喝酒的人隔壁，所以好，那我要去那个小桌子那边了。好，你看这小桌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九宫格，那你要怎么放呢？原来是九宫格吗？ OK， 好，那最上面那边，最左边那一排，从上到下，我想要放凯，然后烧肉饭跟水。OK， 好，然后中间，饮茶跟拉面。OK， 好，那最后就是制牛肉豆跟酒。你轻轻的将这些符纸还有食物都放到了上头，帮我甩个。阿卡纳，阿卡纳 ，OK， 我来看一下。哎，靠背，等一下，我没有复制到。我刚还在复制那个，没问题。你默默的看着面前，当然是的，我们就看，什么都看不到。我们，你注意到这三个鬼魂，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三个鬼魂开始改变了身姿，他们将他们的东西一直接咽下了肚，而你也逐渐的注意到变了，东西变了。你睁大了眼，看着面前的景象，你晃了晃头，你看到的是通道，这个通道又长又远，明明。你还是可以听到这样子食物切菜还有飘出来的香味，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鸟居幽暗的通道门是自己开的，而那三个像是亡灵般的生物就像是被吸了进去。我有办法对那扇门，就是如果办法观察那扇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注意到这扇门的后方看起来是，你发现里头你可以感觉到，这是你不用眨眼，你的背景这个一定可以，你可以发现到相同的经验。你回想起了当时你的师父带领你去了有鬼所生成的结界，你下意识的可以给你感觉到那里是结界。OK. 所以目前这里唯一一条路就是那个敞开的大门。对，然后里头就像是往前的通道，而且你注意到这通道完全的全部就像是非常古老古代的日式的建筑。旁边两侧都是纸门，那进去。你默默的踏开你的脚步，迈步的踏上了这一个结界。你注意到后方的门缓缓的开启，当然的，似乎也只剩一条路了，只能往前进。而你也注意到这一个如同深渊般绛红色的鸟居，夹杂着修还有窝的气息，但是窝占的大树，可以说或许找到了目标，因为也听闻过师父也听闻过了，这是以前师父没有解决掉的鬼。而如果这个就是正中红心的目标的话，那么面前又会有什么？这个鬼又有带来什么样的压力，或是有什么样的挑战在等着你？
虽然这也不叫做收拾师傅的那摊子，但是也该为他画下一个句点吧。他什么？准备好你的武器，你也准备要来探索结界了。我们就在这里画下一个下集待续，下次就是对结界探索了。三等副本，还有副本的部分，准备了，结束就对，结束就升等了，给你预告一下，加油，加油，副本。没关系，我存了很多药水，我现在有26罐的二 D 四加二哦。加油，加油！重要的资讯，没问题的。